频道美综合报道。中国女星 ANGELABABY 杨颖长相甜美，五官如同洋娃娃般精致，并公开身高号称有168公分。而在最近一次奔跑吧节目中，她则被节目组要求脱鞋。就在 BABY 脱鞋后，那夸张身高差让 SELINA 冷不防地说了句 BABY 你怎么下楼了，顿时笑翻众人。 Baby 在奔跑吧最新一集节目中，在节目组的要求下必须脱鞋，他听到时先是停顿了一下，接着找理由掩饰不安说，那么多人脱鞋，这房间通风吗？但还是爽快地脱了鞋。但就在脱鞋踏出的第一步后，人很明显像下楼梯一般矮了一截，这一幕也难逃 SELINA 的眼睛，马上说 BABY 你怎么下楼了，邓超还跟着补枪，一脱了鞋便归入走了。在一旁的李晨听后本想掩住嘴巴，却还是忍不住大笑，而可怜的 BABY 连中两箭完全无力，反击只能一脸尴尬的陪笑，最后只好赶紧跟着节目流程开始玩游戏，才能止住一批人笑疯的危机。Angelababy 一听到要脱鞋震惊了一下，翻数字微博 ANGELABABY 一脱鞋马上被 SELINA 调侃，笑翻众人。翻摄自微博李晨忍不住还是大笑了出来。翻摄自微博